打这种肉没什么好的办法，就是刷线发育，然后去抓人或者等打野抓，没什么好的法子。 这个这个状态，我还能打吗？这波怎么死的呀 ？Q 我 A 塔，然后把我拽死了。嗯，这对线被蛮虐，这也能杀我？ 小小的独木布的超粉，感谢老板。能就给他打残，我也想让打野放我一下。这个对线很折磨。 你该死，扎克！你该死！喜欢玩扎克中单，一点一全是数值，一点技术都没有，全满数值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我想买装备直接去右走了是吧？ 没大招，留不住呀！肯定要主E啊！你主 W 你都不能推线，主E主E。有个闪现，我被吓了都。但对面随便有6级，鱼雷。 我来扛，我来扛。来，一个人头一个助攻。八级，一个鞋吧。一个炸物，炸物。吃过2层，但他们下路已经炸穿了，走位了。 接着拆，谢谢神主 Q 他一拉开，直接就拉远了，谢谢神肚子没毛病。 那十个肯定要来刷的，看懂了。应该要刷这个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七层不算多，七层还好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还可以吧，各位，这把打到那个也算是稳住了。 只被压了26个刀，不多，压26刀不多。哪有？
来人了！这和游泳一样。他这不出了兵，只压21刀了。多吃点速成，多吃点速成就结束了。 这么快呀！打的双刀不亏，这不就是吃他的肚子，知道吧？吃他肚子血赚。啥路？ 全魔抗呀，75魔抗，我75魔抗。我靠，十个 Q 这么疼吗？ 闪避命！深渊。想吸法吗？不一定打得过十个。 让他来，怎么样呢？秒，给我拉开，怎么这么远？我被击退了，这不。 感觉也还行吧。 漂亮，让你出魔抗。
操！就换一个，难受。你这 Q 感觉没伤害，怎么回事？蛮王十三级，我应该不好守，反正。想看戏法吗？他不拆也行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干小瑞把亚索给我排到，好吧，我准备好了。这个炮弹是谁的？小兵的还是蒙哥的？香兰，我回头我们再来开一个，直接来打两把香兰。那大家想让主播打号，可以参与一个吃点啊，一个吃点抽到守护，主播也可以帮你打号啊。Rampage. 一个吃点也是能做守护的。哇，我这把这头都不是我的呀，有点离谱了。我要给他们演示一下什么叫大胆。你拿到吗？这时光巨飞的剑术，不带走了，来 A 加四。想看戏法吗？这么有点深。
OK， 这个红待会能走吗？你感觉他们想开大龙的样子？感谢时光的这么多磁铁啊！感谢时光。现在卢登被削了，让他去休息一下。现在卢登 CD 12秒了，主要是被设计师针对了，受伤了。等卢登养好伤，我们再让他出来。伙伴已经征战了够久了，各位。红木池就大吃鸡，现在打不动那个红啊，红太弱了。我们小鸡十秒都能打完，你打红估计得打个40秒、30秒左右，很难打得动。这没死啊，把死个待会大我。真的痛，这十个炸400、800、800滴血一个大，两个大。打到确实有点狠了。能不能拆掉？把这个塔破了就好打了，够了。这个龙不错哟 ，B50 获得了11的伤害跟抗性，伤害抗性。
带走。时光的字帖，我靠，时光，时光抽了多少了？